天好吧，来玩一张巴哈姆特上面的地图。这张地图它的名字叫做 True Love， 翻成中文叫做真爱。作者有说这张地图只能够一个人游玩，如果双人游玩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 bug。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爱嘞，怎么可以被这种小小的bug？ 哇！所以在开始之前呢，这里有作者的预告片啦，按下去之后哦，他应该是会把我们连接到 YouTube 了。那我们就 pass 预告片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规则。Comment bug， 给我开啊！等一下 ，bug 这么早就开始了。啊、哎呀！那我重开一下地图，等一下。修好了啦！哎、欸，果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爱。哇哦！来看一下书里面写什么？01生存模式。生存模式 ，survival，生存模式是 survival， 对不对？好特别哦，通常都应该是冒险模式，对不对？规则二，亮度明亮，和平模式，开心游玩，单人限定，单人哦，重要。第七个，事业请调成7以下，请勿作弊，不要骂作者。游戏如果遇到卡关，可以去看解答影片，祝游玩愉快。所以这个是要有真爱的两个人才能够通关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吗？好像很难哦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开始了，准备到3、2、1 ，Go go！True love， 点点点，故事开始。好像两个人欸，我进来了。羽毛你能呢？羽毛我跟你融合在一起了。那你要当谁啊？主角好像叫做雨涵的样子欸。妈，我真的要结这个婚吗？你当妈妈、你当妈妈、这件事情我更无法插手啊，当初我也是被迫跟你爸结婚的。什么？雨涵啊，可以的话你逃婚吧。逃婚吗？女儿啊，我不希望你跟妈妈一样后悔一辈子啊。妈，其实 我知道你有一个交往很久的女孩子了，名字叫做游戏，对吧？妈妈，对不起。有什么好道歉的、啊？爱本来就不分性别啊！你的未婚夫现在人不在会馆啦，我去把你爸支开，赶快逃出去吧，剩下的由我负责。哦，这什么剧情啊？是真爱啊！OK， 我们来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你人跑去哪里了啦？我跟你融合在一起了。原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好成这样子了吗？妈，我可以带着你走吗？我可以带着妈的头吗？不要！妈，不要！妈，你头个怪刀！妈已经跑到厕所上面。这里有马桶的卫生纸，所以他说要把爸支开，那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妈，那个上面好像有东西哦。上面有东西？马桶上面有东西？厕所天花板啊？你是说？欸，我看错了，还是我们可以直接挖出去啊？毕竟我们的模式、哦，对耶，不可以破坏方块啊！他树上，雨涵，我是雨涵，又变了啊！妈，你可以当雨涵吗？欸，这又是谁？哦，这是我的衣服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我说我要去哪里啊？那是我身体是不是？那我可以把雨涵放回去吗？像这样，舒服多了， okay， 好多了。在后面还有东西吗？欸，一开始就卡关了欸。卡关嘞！帮我想想啊，这个后面是一个窗帘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妈已经完全变成厕所的壁纸了，守护神啊！这个是那个什么厕所的墙上破了一个洞，然后头卡在洞里面的剧情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啊。厕所哎、欸，哇，好大哦！哇，厕纸什么的，你挖太久了吧？东西嘞，妈，怎么办啊？妈，去哪？箱子里面吗？刚刚没有，这后面还有东西吗？有吗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箱子啦，后面了，哇！新娘休息室钥匙。哦，新娘们，哦，我们现在人在新娘的这个叫做什么？新娘的家吗？不是，新娘的准备室。哦，看起来是这种感觉，有没有逃婚的？终于找到钥匙了，先想办法到会馆的一楼吧。哦，这里是会馆呐、啊，新娘休息室啦。对，哇，要结婚了哎、欸！我好多新娘啊。对啊，女厕。那我可以去看其他的新娘哦。欧妈吗？这人生一片乌鸦鸦，好可怕。这里是男厕，啊，我们是女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雨涵，我把雨涵的头带回去吗？带回去。哎，他名字变了、欸。哦，你敲掉之后拿下来之后就名字都不一样，不是雨涵嘞、欸。Shadow Girl， 她变成暗影女孩 TV， 哇，好帅气哦！名字变了哎、欸、，OK， 那这里是厕所，没有东西。我们现在到会馆的一楼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不要乱跑，我们先到一楼去看一下好了。先跟爸讲一下，话说楼梯这样，
我可以直接跳下去吗？不行，给我啊！怎么下楼啊？楼梯也下不去。对啊，我靠，会馆也太难下去了吧？太恐怖了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南侧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要找到楼梯的话，不是要找电梯吗？照道理来说，前面那个是我们出来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这是我们出来的地方。我说这个，下去个楼梯，这个建筑物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啊？哦，电梯，电梯。所以我说电梯啊，哇，还藏起来啊？这太奇怪了吧？我们去女厕好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困难，就是很难离开的一个地方、欸，哎，真的，这不是什么结婚会馆，这是监牢吧？监牢啊，对啊，逃不出去啊。这后面会有东西吗？不会，也不会有东西，应该是不会有了。我们去南侧看一下好了，反正应该没有人看到我们在南侧，对不对？现在到南侧，哇，这种隐私没有问题吗？这有遮跟没遮一样哎、欸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所以我现在是在男生的小便斗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有点。那是一个东西吗？哦，是哎、欸，电梯门钥匙。哦、oh, ，Go to hell！ 脏死了，钥匙怎么在这里？看你自己跳下去的、啊。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搭电梯是需要用到钥匙啊。不太懂。好了，前往一楼服务处、中心休息室还有停车场。哦，到了吗？快，快。OK。嗨，这是谁？这个是我未来的老公吗 ？Hello， 天哪，他们不是岳父岳母？哦哦，雨涵啊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我下来下面休息区休息一下哈。啊，新娘睡的是你不是沙发、啊？敢领养嘞？因为里面有梳妆小姐，我不习惯的、啊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赶紧回来哦。啊，谢谢岳母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什么啦？咱们以后的家人哦。一家人你就投了。他们终于离开了，赶快去停车场逃走吧！哇，好凶哦 ！OK， 哇，这还没结婚，婆媳问题就一大堆啦！真的，顾客服务区啊、是服务区吗？服务间，然后这是旅馆休息室，不是旅馆休息室吧？什么休息室？新娘休息室。新娘，这里是紧急出口。OK， 我们是要去停车场嘛，对不对？新娘休息室、贵宾休息室哦，这感觉就是很有钱。里面有牛奶哎、欸，买东西吗？牛奶、啊，果然一个套路啊！哇，一个套路啊，是一个东西吗？哇，是，哇，有够难！停车场的钥匙找到了，哎、欸，哇，强哦，效率哎、欸，哇，我被火山喷发了，这边结婚，哇哦，这风景是还蛮不错的啦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找到了。前面那个地方是停车场，啊，旁边这个地方要进去看看吗？好像还有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这里顾客服务间，Hello， 嗨，请问怎么到停车场啊？门都锁住了，我已经找到钥匙了。你是雨涵吗？哎，对啊。你的未婚夫怕你逃出去后，把整间会馆抱下来。你没有发现所有新年生日是今天都是不开放的吗 ？What？ 不好意思，如果我把钥匙拿给你，你会被炒鱿鱼的。拜托，我被迫跟我不爱的人结婚。哪尼？停车场钥匙就在这层楼啦。不好意思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也太可怕了。傻眼的剧情，这什么东西？这逼婚的吧？是逼婚的吧？我找到钥匙了啦，那我们就直接走了。OK， 我们要去停车场。停车场好像是在地下一楼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地下一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原来是剧情半线狗哎！拿出我的钥匙吧。嘿，在这里啊，掉了。今天太衰了吧？钥匙拿一拿还被我弄掉。这钥匙应该在停车场里面，赶快找到之后，开车去找游戏吧。天哪！哇，你直接把钥匙喷飞啊、哦！喷飞到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。我可以用走的吗？我跟你用走的吗？逃出去！啊、好，跟你出去。这辆跑车是我的吗？不是。哇，很可疑、啊。哎呦，很可疑、啊。紧急出口，我直接走紧急出口就好了。哎呦，回到一楼大厅。哇哇、wow ！我是眼睛，墙边的蜘蛛网，不错、啊。说好了紧急出口的，不给紧急啊！啊逃着回来是在一样的地方啊。哎、欸，哪一台是我的车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刚刚半仙沟的地方。好、所以我说，刚刚很可疑的地方在哪？啊，这是我们的车，在金砖上面插入钥匙才可以发动汽车哦。好，砖上面。
所以就应该是我找到钥匙之后我要把它给放上去，但是钥匙嘞会不会喷到车底下？应该都在车底下吧。好像也只有车底下。对啊，这是一个东西吗？对，都点点看好了。有吗？这太难了吧。好，给我箭头。有了有了。这太难了吧。宇航的车钥匙。好，到热。OK， 啊，我们开车去找我们家的雨西，什么游戏？游戏吧，游戏、啊。没在念错，汽车发动中，自动关门呢。时间不多了，赶快开车去找游戏吧。OK， 车辆已抵达，我们到了、直接撞进来。大门。OK， 游戏应该在家里吧？快去找他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如果我先抢先登记结婚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就是娶我了吗？照道理来说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对，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好像真的可以，可以这么做哎、这种事情感觉好像真的会发生哎、对不对？哦，你说阻止哦，懂意思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阻止结婚，就这样也好累哦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抢先登记完结婚之后，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娶你了。哦，你应该已经是被人家娶走的状况。哎，好酷哦，好酷的想法，八点档的剧情。对对对，前往二楼，能够进去的地方只有厨房而已。好，是剧情吗？是的，看来游戏不在一楼，去二楼大喊一声哦。好，我怎么去二楼？三三小肌肉，神肌肉，神肌肉。所以去二楼的话，现在楼梯都要放铁门，就对了，对了，有点辛苦。这个是什么？里面有纸哎。作者怕你一个都找不到，特别给你的啊，谢谢。我找到一个了，好不好？有。好，不会藏在箱子里面吧？不会哦，藏在这里面呢，是不是太天真了、作者会把东西藏在一些很诡异的地方，你觉得会藏在哪里？该不在厨房？那会在画？哎呀！好过分的、What？ 真的没有吗？哎呦，差点被骗了！哎呦，一个 Duke 啊！哇，一个心机耶！哇，幸好姜是老的辣！哦，来到二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雪屋？哇哦，这可以装吗？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哇，谁在旁边放这种东西啊？好想敲掉，好想猫掉哦！可以猫，你生存呢？哎呦，可以放置在某处的梯子，还有总共需要四个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别人家而已。还有梯子，干嘛？厕所。雨熙，不是雨熙，游戏，叫错的名字。游戏，你家水没关？对啊，我帮你关个水好不好？关得起来吗？你觉得上面会藏东西吗？会。作者到处都会藏东西。哎呦、yeah! 有什么声音？拿到一个拿到一个源源不绝的水，可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。好，我猜厕所应该就藏这个了吧。那再往旁边走，这个是游戏妈妈的房间。那随便进到别人家妈妈的房间好吗？书、唱片、剪刀、花盆、游戏小档案。哎呦酸神，酸神什么？妈妈妈妈为什么会有酸神？我不懂。哇，口味有点重哦。游戏小档案，1995年生，所以是几岁啊？我27，减掉加上减掉三，二十三岁，住在云林，就这样，这是身份证吧？小档案，这是身份证吧？小的，这是电脑吗？对，这是电脑。我现在对这种东西都很怀疑。果然，打不开耶，没开。另外一个呢？也打不开耶，旁边中间的没有，是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好，这个也确定一下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哇，游戏，快出来！那你怎么可能？那你。哎，我真的已经知道作者的那种套路是什么了。哎呦，都已经知道了，被摸透了。游戏呢？
阿郎嘞？阿郎嘞？啊，怎么盖绿色的被子？你的绿色的、啊，果然是羽毛的房间啊！不是我，是哇！哦、总共需要四个梯子，拿到四个梯子了。嗯，啊，所以我说游戏郎早起对，啊，剧情不用推动吗？推不动了，推不动剧情啊！我梯子要放去哪？哦、oh, 哇、oh. ！OK， 原来是在他的阁楼上面啊，很酷哎，这种。哦哈，阁楼吗？秘密的阁楼是什么地方？2016年印尼海哦，啊，是他们的哇，是他们的合照哎。OK， 上海行20哦，哇哇哇！我的未来老公，头绿绿的，大门钥匙给游戏妈妈的信。妈妈，我很爱你，但我也爱雨涵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。我知道我是同性恋的事情让你很伤心。你不是总是希望我找到另外一个愿意照顾我的另外一半吗？我现在交了一个对我很好很好的女孩，可是为什么你总是阻止我们在一起？啊，是不分性别的，我喜欢雨涵，是因为她是她，而不是她的性别。对不起了，妈妈，这次我没有办法再听你的话了。雨熙敬上。雨熙，她不是做傻事吗？不，雨熙，谢谢你啊！箱子里面的大门钥匙应该是暗示我做什么，去大门看看吧。哦，欧洲旅行哦，开始哦哇！所以他们是交往的状况，然后被逼婚是吗？哇哦！所以他们2014年开始交往，然后过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去旅行？一年就旅行？对，过了一年去上海，然后再去印尼，然后再去欧洲哦。QQ， 祝天下、啊、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哦！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哦，如果你爱着对方的话，就勇敢的踏出你们的那一步吧。好，欸、那我们要去大门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欸、放下来，哇，是一个比我想象中哦，我有想，这是什么监牢吗？哇你就是雨涵吗？啊、哦不，这个是你，你就是雨涵吗？你是我就是游戏的妈妈。看你们两个这样爱的难分难舍，为什么都把你们拆开啊？有话快说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 啊！不然这样子吧，我给你几个考验，可不破关，我就成全你们啦、啊。但没破关呢，你们这辈子就别想再见面了。Fuck！ 哇、wow、哦 ，OK， 游戏今年哦，23，简单。雨涵跟游戏交往多久？2014年开始交往，到现在是2018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四年 ，since 2014。我们好强啊！我们好强啊！游戏与雨熙2015年，他们是先去上海，然后再去印尼，再去欧洲，所以应该第一年是上海。嗯，我好强啊！游戏，游戏的墙壁配色为游戏妈妈，你有病吗？是蓝色吗？我记得床是绿色啦。我记得是有黄色啦。有吗？我记得是蓝色。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完蛋了啦！哇，羽毛，你相信我吗？我觉得可以啦。那我也相信你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是你相信的比较多我，还是我相信的比较多你啊？我听不懂你讲什么、啊那。那剪刀石头布，你赢的话就左边啊，我赢的话就右边，好吗？好，好来，要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，好点右边。好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点反了，没关系，我一个点左边才对，大家好记错了。好险，好险！不提图的剧情作者为谁？黑皮跟双玉，哦，全对了。那天之后，游戏的妈妈再也没有出现。游戏，你做的太可怕了吧？你与游戏过着两个人快乐的生活，这是我吗？啊，这是那个莫斯啦！你们两个决定一起去海岛结婚啊！你是神父。游戏，你愿意环境如轮，是好是坏，是富贵是贫穷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成功是失败，都与雨涵惜败一生吗？哦，我愿意。雨涵，你愿意环境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贵是贫穷是健康是疾病是成功是失败，都与游戏惜败一生吗？我愿意。好，我现在正式宣布雨涵游戏正式结为夫妻。耶！我结束了啦！是一款一开始觉得好像剧情普普通通，但结果好像还蛮有意义的一张地图哎、欸。看一下，我们收集到了什么成就吗？很惨哎、欸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们这边有苹果，然后这里有蜘蛛网，然后源源不绝的水。哇！
OK， 源源不缺的说话。哦，老板要热。哦哦，为什么水会把这个东西冲下来啊？会啊，控制感会啊。会啊。啊，我不知道。OK，OK，OK。告白时用的玫瑰花。捡一朵用。OK，OK。哇！耶、yeah ，很棒哎、欸、！OK，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下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，可以点下帅气的订阅，爬出直播边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嗯，拜拜。